Hello， 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 没错。然后我们要玩的是新的地图，叫做 Small Worlds， 小小世界。我是这样翻的、啊。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地图，所以我们就进去看看。哦，现在一点意思会变这样子啊。请按这样那个前按钮来开始。然后这边因为，毕竟这是 1.14.3 的版本，所以我就不用我常用的材质包了。好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吧？那就开始了。哇，找到按钮，并且按它。啊，我找到5个按钮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这一次讲的简洁明了哎。对，果然在最上面。好了，请站到绿宝石砖上面。啊，站上来之后嘞，箱子锁上了。干嘛？我要做书是不是？啊！这个箱子已经被锁住了，你可以打开它，用纸在手上的纸。来打开它，你必须要先把它的，你必须要命名它，用数字命名。要解开它，请解开谜语，你就可以获得数字。蜘蛛有很多个眼睛，把它剪半，然后它就死掉了。8个眼睛。The only man man on lake is this. 哦哦，四个眼睛跟四条腿。他直接连他直接把解法讲出来了。Gosh， 完这边这个完全没有搞懂他想要叫干嘛。按钮，请放在雪上面。哎呦，我上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凋零玫瑰，我想要这个，这是新的箱子吗？打开有样子哎。是木桶吧？这个唱片，这是哪里？哦，你要我去哪里？好，啊，我的音乐变超小声的，我调一下。好，目前来讲解谜的速度超快的，而且有些他还是翻到最后面还直接给我答案的，所以那也不算我解的。啊 ，Spico， 等一下，哦，大。管珊瑚跟火珊瑚，修复跟解除附魔，这么方便的东西啊？怎么全部都温起来啊？关起来是想干嘛？好多新的东西哦！天哪！角珊瑚跟管珊瑚，我要找到这些东西跟他交易，是不是？这张地图，喂，错了。
深不见底啊！啊！吓我一跳！金剑跟中介之眼，你知道我去打。够啊！呀！好了。怎么那么多、啊？然后把这边解开，哦，有声音了，声音还蛮猛的，咚咚咚。发光啦！啊，逃向远方！这迷宫不是吗 ？Post of the 那个，你把照片丢到他的 FB 那个地方，然后之后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那个下在一张地图里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等，刚是不是歪头？哇，会歪头哎、欸！什么情况？Danger！差一点。好，我待机。每一个戒符棒盒都会在一会儿之后都会被填满的。Place me on bedrock， 把我放在基岩上面。Bad boy， 哦，这些都是之前的那些人的名那个 ID 啦。Red fuse TNT， 啊 re， 哇，嗯。呀！好了，这边没有了。黄色，请把我放在黄色的区域。还有分颜色系的、啊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个东西还有分颜色的、啊，红色的。哇、哦！反而是我快被弄死。Blue， 这为什么分颜色系嘞？嗯，有点难以理解。一开始去。嗯？难道不录的意思？不是啊，不是这样放、啊。普通的 TNT，
直接到底啊。哈，哎呦呦，还有个绿色的，哦，那个是混凝土块啦。可是这边哦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要自己下去了。好，对，绿色的啦。哇，这张地图目前来讲做起来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。虽然一开始那个可能是因为我不习惯它的那个英文的那种 riddle 之类的，所以。这也没有办法搞懂，可是其他地方我觉得还做得还不错。耶、yeah, ，我出来喽！啊，飞起来了！收集八个 pollen 金币。我要怎么收集？感觉现在，哦，收集方式还蛮好笑的。哎，一点意思真的是搞出了很多不。一些改版都弄出了一些新的花样出来，啊，这样就吸到了。喂，收集八个，八个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是那个帮你做认知的那个地图。比较偏吧，比较有点像那种感觉。十朵花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没有人。啊！就像把我传走了，贱死！怒！哈！怒！Oh my god！啊，是这样子玩的。哦哦哦，帅哦！What？可以了，哇，蛮帅气的。Help me！ 恶魔女巫把我的兄弟给变成鸡了，请做出药水救救他吧。在木桶里面有所有你需要的东西。
Water 跟哇，好多哦！天哪，好多东西要做。The potion makes invisible people， 会让隐形的那隐形的人变成可见到的。Just brew the feather with an feather rose， 哦，只要羽毛再加上凋零玫瑰就可以了。这个药水是能够让人从鸡再变成人的，需要一个 OXI Daisy to get with a blue orchid， 蓝色的什么东西？那发酵蜘蛛眼什么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蓝色蝴蝶还是这样雏菊就可以了，那为什么不要？哦，前面弄那是干嘛的？没要，没必要啊。哦，他变成人了。不，你会受到诅咒的。哦，不好了。现在只有什么东西可以拯救我们？但是他已经把它变成看不见的了。哦，人被他弄下去了吗？啊，不见了。我现在在沙子的地方哦，我现在沙子区这边弄啊！天哪，真的没问题吧你？我还是觉得蛮有趣的。非常感谢你。不可能，你会后悔的。啊，又掉下去。不啊，我并没有预料那种情况。我们必须把女巫给阻止到，把那些牛杀了吧。要拿皮革，然后做出诅咒之书。等于越少啦。哦，这头牛牺牲奉献哦。有皮革，什么情况？这 crafting 大师是怎样？然后还需要皮革。我会下地狱的。哇，真是惊险啊。好吧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读它，如果没有准备的话。而且这些东西我需要一些哦，我没有办法进行诅咒，我没有那些东西的话，所以我还要去制作出一个毒药蘑菇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长得不一样啊。也太多不一样的东西了吧。Drug Mushroom 太好笑了吧。哇，吃下去了啊，好多了啊，你吃下去。书这样写着，你必须。啊，吃下换那个毒菇之后，你就看懂那个东西写什么了。你可以杀死女巫用 Bridge Peg。Bridge Peg 是什么？只要获得五个 bridge wood， 然后用，拜拜。
永远不肯打败我的。啊，把自己弄下去了。哈？好，The End 。哦，上面很可爱，海龟跟海豚。非常感谢你玩我的地图。想要玩到更多地图的话，请到我的专页或者是 Facebook。OK， 特别感谢 Smoothize 帮助我建造了这个地图。有些人找到了一些哦，在我上一张地图的时候找到了秘密，他们就是这些人，就这些玩家。我觉得地图还不错啊，说实在话。虽然说没有什么目的性，可是它一关一关的，我觉得一直接下来的感觉很棒。我之前有玩过好多，其实啊，它好像触发了，然后又死了一次。像现在这样简简单单，然后又该该的都有，然后又有一种小巧思在里面，我觉得真的很爽。而且还多了一些，而且它是用 1.14 的那个版本去做，所以有很多因为我不知道的要素在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好了，就先这样子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，See you。